免费玩家必看大大大优惠，传说对决五周年，大大大大大大优惠，有好多东西给你哟。七一八传说日，这一次七一八传说日的免费英雄、免费造型的资讯亮点是，官方会送出两个从来没有在商城贩卖过的全新造型，其中一个竟然是合金进化，另一个官方要送一只当今版本所有高端硕实况组都认证哦，你只要有这一只英雄在高端，你就能畅行无阻。三只高端英雄让你选一只，是那三只？今天我们也取得了最新的情报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一些免费造型、免费资讯，我们会整理一切免费资讯跟大家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第一个活动是夫夫恰恰的生日线上同乐会，这次获得了官方的赞助，我们除了会送出16000点之外，官方这次额外赞助了勇者造型选择卡10份、史诗造型选择卡2份以及魔幻造型选择卡1份。我的天哪，官方你是我大哥。这次716晚上7点夫夫恰恰的线上同乐会，记得要参加，16000点以及一大堆官方赞助的奖品等你来拿哦。第一个官方送的全新免费造型是瑟斐斯的鲍鱼头船长，虽然这个活动只到7月11号，也就是明天，如果你还不知道密码的话，密码就是210718，也就是传说日，如果密码错误，两个一调换看看，你就知道是正确的了，赶快领啊各位。第二个活动是你一登入就会看到的7月6号到8月5号的帮好友砍价拿史诗造型哦，这个活动我觉得蛮困扰的，不过如果你还没有解的话，赶快帮朋友互相砍价，是可以直接砍到0点免费拿这个造型的哦各位。第三个活动呢，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，到底该怎么领这个造型哦？7月7号到7月18号完成任务送貂蝉全新的合金造型，到底要完成什么任务？就是传说对决的点灯任务。那现在传说对决的点灯的进度已经到了 100%， 也就是7月18号当天，你只要登入传说对决，按下活动，你就能领取貂蝉全新的 AI 超进化，不过我觉得它应该叫做貂蝉的合金进化。第四个活动来到这个免费影片的高潮了各位，解锁迷雾岛送免费英雄，7月18号到8月1号，只要登录传说对决完成简单的每日任务，英雄3选1，这三只英雄都是当今高端玩家以及所有实况组认证当今版本最 OP 最强的英雄哦，是哪三只英雄呢？艾里、亥牙加星魁 哦，非常可惜，新英雄竟然不是免费送，但是呢，你只要拥有这三只英雄，爬传说对决的排位可以说是轻轻松松就能上分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免费资讯都到这边了，我们只整理一些免费重点资讯。如果你想要看一些详细的官方七一八的活动，其实官方还有办非常多活动，欢迎上传说对决的官方网站。我们这次也非常感谢传说对决办了这么精彩又刺激的活动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了各位，我们明天见，记得订阅我哦。